摔角历史由来已久，其中新日本职业摔角联盟现在一共有超过40位实力一流又充满魅力的摔角手，在日本俨然成为了摔角代名词。而现在其实也不用到日本就可以亲眼看到这些热血摔角的震撼。狠的对峙，还有速度与力道的拼搏。日本发展摔角运动已经将近70年，除了常规的单打跟双打，甚至还发展出三方赛制和淘汰赛。来たんですけど、新日本プロレスは昔からストロングスタイルっていうのを標榜しているので、より基本に忠実に相手を叩き潰すファイトスタイルが主なところです。在日本被誉为是摔角代名词的新日本摔角联盟，不但拥有超过40人以上实力一流又充满魅力的摔角选手，更包办了近三年来的日本摔角大奖年度 MVP 和最佳比赛奖。四月底的海外精彩赛事就将在台湾登场，要让台湾民众亲身感受摔角的热血擂台和选手们永不放弃的精神。记者苏显荣、郭碧纯台北采访报道。